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乘坐本次阿富航班，美丽的阿富空乘员将竭诚为您服务。您今天的午餐有两种口味：咖喱鸡肉饭或者意大利面。请不要问我有没有烧饼、油条、热狗、汉堡、三明治、小笼包、牛肉面。侬当侬来个吃自助餐啊？如果轮到您的时候只剩下一种口味，相信我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两道菜的味道是完全一样的。为了飞行安全，请关闭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，侬当我晓得侬那个拖把我。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，在起飞和降落时可能会感觉像在坐过山车一样颠簸，那么恭喜你们，你们赚到了，因为在幽乐园这个服务可是要收费的。我们马上要调暗客舱灯光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空姐看上去更美一点。哦对了，如果飞机安全降落，我们开始拍手，不要觉得奇怪，那是我们在感谢机长的不杀之恩。当然在飞机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们不要介意啊，比如有一些乘客他们特别容易紧张，只要飞机有一点点颠簸他们就会啊，哎呦我的妈妈，天啊天啊，别菩萨看见全部观世音菩萨一晃动，快来救我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还没有娶老婆，我还没有见我的 Angela Baby。 还有那些你和他说话他怎么也听不懂的人，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能要一杯水吗？当然可以，矿泉水吗？果汁有吗？有，橙汁和苹果汁需要哪一种？要可乐吗？有，需要加冰吗？那给我一杯咖啡吧。好，大死你，真的是。还有一些乘客喜欢把飞机当成自己家，如果你坐下来就碰到一个肉肉的东西，别害怕，那是后面一排乘客的脚。有一些乘客还喜欢在飞机上抢靠窗的位置，是我先来的，能港督啊，我先抢到的，你没长眼睛啊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请来找我。错啥错？登机牌帮我拿出来，位置下得清清桑桑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跟你聊天，哪一个国家呀？多大了？有没有老婆啊？有小孩吗？哎，我女儿还没有结婚呢，要不要来我的家吃个饭，留个微信吧？哎，你别睡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这个驾驶继续 Valencia， 你看现在这个云呢，应该把飞机往左边开一点。还有。没事儿，来找我。谢谢你乘坐本次阿富航班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福。最近阿福我收到一些空乘人员给我的私信，马上坐飞机的高峰期就要来了，希望我可以多多关注他们这个群体。其实阿福我从德国来中国，每次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就算坐着都觉得很累，但空乘人员他们明明已经很累了，却还要保持微笑给我们最好的服务。他们也受到过很多委屈，希望大家在乘坐飞机的时候能和空乘人员互相理解，让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旅途。